推挡深攻出正手再回反手，啊，这是直板快攻选手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啊，也是难度最高的一项技术。推挡侧身出正手回反手，啊，特别注意的是刘国梁回反手以后他不是推而是直板横打。那么像韩国的金泽中呢，他回反手以后呢他是反手进攻，啊，这都每个人的运用情况不一样。啊，推挡在侧身的时候呢必须在推挡有一定的威胁和变化的时候寻找侧身机会，啊，对方变到正手以后这时候注意呢就向正手移动的时候要贴着端线尽量的迎前而尽量的少往后走，啊，越往后走的话对方的角度反而越大。注意侧身进攻然后平行向前，啊，迎前，啊，回来以后反手，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左推右攻，啊，也讲到了反手拨正手攻，也讲到了推挡侧身，实际它是这几项技术的综合运用。我们看看它在比赛中的运用。但是推挡侧身攻上正手连续侧身，啊，从发球开始佩尔森接发球，刘国梁侧身抢拉，啊，这是个高调反手推挡然后侧身打直线上步又是直线然后还是连续侧身，啊，这项技这里边没有运用到扑正手以后的回反手而是直接连续上正手推挡侧身扑正手，啊，发球侧身抢拉动作很快斜线反手推一板控制角度发球马林拉起来推挡变线推挡压反手突然发力然后赢得了侧身的机会上步打斜线，啊，刘国梁在上步的时候非常注意赢前，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选手的扑正手呢常常是打这个下降点是往后去，啊，这样威胁呢就小。啊，搓拉推挡侧身直线拉起来以后，啊，这项技术呢是从下旋球开始然后过渡到上旋球引拍引得很深，啊，到了自己的膝部啊，刚才单项技术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技术要点，现在是把这些单项技术呢结合起来，啊，搓球大家看到引拍从后边都可以看到它的拍子，啊，说明它的引得这非常深，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啊，是造成一个用力的距离。现在在侧身，啊，侧身位侧的也比较开，尖的成一条直线和边线平行，啊，拉起来推挡侧身打直线，我们看看他在实践中的运用。拉球快搓来短搓长然后拉起来形成连续攻，啊，这就成了打高球。现在普利莫拉茨发球斜线挡到反手大家看到他前三板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啊，首先呢在前三板的时候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就赢得了上手的机会。那么在相持起来以后呢刘国梁也是以速度和落点，啊，相结合来创造优势，因为总体来看呢刘国梁在相持的能力是不如欧洲选手，但是他借着前三板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战果，啊，造成对方呢很难缓息。布里马拉斯发球刘国梁拉斜线，第一板很重要到了中路的短球然后赢得了进攻的机会错中反面拉弧圈球，啊，这也是下旋球开始然后形成相持的一项技术。大家看先是搓然后反面把弧圈球拉起来，啊，这项技术呢刘国梁现在运用的比例呢是非常高的，
而且威胁非常大，特别是在起初阶段，也就是刘国梁在反手直板横打，就是横拉的过程中，很多人是非常不适应的。他们底下反映呢，这个球过来以后呢，和正常的球的路线不一样，好似没有太注意，这个球已经就过来了，而且球呢常常带一点侧拐。大家注意他这个引拍啊，引的也是很深的啊。在引拍的过程中呢，包括身体啊这种协同配合，包括膝关节膝部的下蹲啊，统一的发力，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整个鞭打的动作。从下旋过渡到上旋，而且是从直板横拉开始，注意横拉，然后形成上旋球的相持，反手拨，正手攻。这个引拍引得很深，而且手腕呢也是屈完了身，正手进攻。刚才我们讲到了直板横拉之后呢，直板横打之后，到了正手以后呢，正好这个拍面呢，很容易形成前倾的拍面，所以就使技术动作更加连贯。拉起来，拉反手，漂亮！特别是刘国梁的这个直板横拉的直线，啊，它的威胁非常大，动作很快。总之呢，就是中国的直板快攻，在运用了直板横打技术之后，可以说呢是技术上有一个重大的发明，弥补了反手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直板反手被动的这种弱点。侧身请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刘国梁的发球抢攻。大家看到刘国梁在发球抢攻的过程中呢，可以说他的主要特点呢是快。由于发球比一般运动员好，所以对方接发球的精度啊准确性就差，那么刘国梁呢就为他的正手进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通常刘国梁在发球抢攻的时候呢，一般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他是以打为主的啊，但是如果对方的旋转过强啊，或者球比较长，或者角度比较大，他也采取拉球。大家看刘国梁在发球抢攻的过程中，从发球到侧身，整个的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前段的放松动作非常好，显得非常轻松，这为他后面的发力就创造了很好条件。刚才是侧下发球抢攻，现在是侧上。那么侧上发球之后呢，对方通常是拨或者推，所以这时候呢，作为抢攻来讲是打上旋球，因此呢速度可能会更快，对方来球呢也比较快。所以刘国梁呢拍型呢就控制得非常好始终是前倾，而且呢是迎前向前上方挥动打球的中上部。由于是侧上旋，所以对方呢以推为主。高抛侧下，像由于侧下拳呢，对方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搓或者摆短这时候刘国梁呢多半呢是以拉为主，大家看到了这是侧下，这是高调在拉的时候，如果球很转的时候呢，他这个拉球一般是在高点之后的下降下降前期来拉球，这样呢球往下，它动作往上，所以球的旋转是非常强的。再加上它的手腕和前臂呢有这个包裹的动作，所以就出去以后往往呢这个角度就更加大。还是这个问题，如果发侧上的话呢，对方通常是回来是上旋球，所以刘国梁这时候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因此他跟进的这个速度就更快。发球，啊，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直接迎前。侧杀，直接向前，侧身进攻，不正手，打直线，发完球以后侧身，侧得非常开，啊，这是切削一板，啊，这个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在比赛中看一看刘国梁的表现。拉起来，因为发球的威胁非常大，啊，造成了他这个前三板的优势很明显。大家看，他是反手反面发球，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技术。台内起板，啊，这个接发球接的属于半高，刚才呢是半高球，刘国梁仍然没有打，而是拉，啊，这可能也是啊为了变换，因为在半高球的时候通常呢都要打，所以这时候改成拉呢，使对方呢就出乎对方的意料。大家可以看刘国梁的拉球确实威胁非常大，啊，这跟外国选手不适应有关系，所以乒乓球比赛里边关键的还是个适应性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别人都不这样做，而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就不适应。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实用战术分析。首先看一看旋转变化，在实战中呢，刘国梁善于运用旋转的变化，改变球的旋转和节奏，争取主动。他的主要手段呢，第一个就是对搓中正手或反手拉弧圈球，改变球的旋转。大家看到这是下旋变上旋，啊，这是下旋球，然后把它变成上旋球，啊，争取主动。啊，这个刘国梁是在上旋球的基础上削了一板，啊，实际也起到了一个很明显的旋转变化，造成了盖停的不适应。啊，这是推一板下旋球，啊，在上旋的时候他推一板下旋球，也是改变旋转的变化。大家看到他侧身位侧得非常的到位，而且很有力量，挑直线，啊，这也是下旋变上旋，所以加上刘国梁的速度变化，啊，节奏变化，啊，再有刚才我们讲到的旋转变化，啊，这众多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是对方呢，啊，很难判断。现在是法国的希拉，拉起来高调弧线球，而且拉的对方中路，这是普里莫拉茨，快搓拉到对方中路，推一板下旋，然后创造了进攻的机会，再打对方的正手。再看看刘国梁的落点变化，压反手，压中路，中路，这样佩尔森呢连续侧身以后呢，已经失去了上升和高点期的机会，只能在下降期拉球。大家看到这个球呢是追身，由于速度比较快呢，造成对方呢很难侧开身体，打中路，啊，连续压中路，造成了普里莫拉茨的失误。
大家看，推直线，然后变成斜线，角度非常大。这是跟马林在比赛，那他观察到马林准备侧身，所以在这个正在侧身的一瞬间突然变直线，这个时机掌握得很好。啊，这个球是拉到了盖廷的中路，啊，然后是压到了他的反手，紧接着一个大斜线。所以刘国梁的这个打法呀，可以说非常精确，他是在这个速度、力量、旋转、落点这几个环节上，恰到好处来弥补了自己跟这个横板相持能力不够的这个弱点。这个落点非常好，压反手，压中路，然后变正手。另外，刘国梁的落点变化呢，还有一点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隐蔽性比较强。盯对方盯得比较死，特别是当对方推挡侧身的这个瞬间，他进行变线。刘国梁是中国乒乓球队现役选手里边，最动脑子的一个选手，也就是用智慧来打球。所以他常常的注意观察对方的反应，经常打出一些出乎对方意料的球。这连续压反手，漂亮。中路，中路，打正手，还是中路。漂亮，这是法国的希拉。再看看刘国梁的速度变化，速度的快和慢是相对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节奏。如果一味的快并反应不出快，必须是在匀速中突然的加速和变速，才体现出了这个速度。刘国梁在这方面呢做的比较突出。大家看，突然加力，突然的加快速度。大家看，又是突然加快速度。而在加快速度以后呢，形成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给对方压力。再看看刘国梁的力量变化。力量的变化呢，就是力量的大小，也就是我们讲的剪力和加力。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刘国梁的旋转的变化、落点的变化、速度的变化、力量的变化，那么这四个变化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高质量的球，甚至是对方防不胜防。突然加力，开始伸，再带，减力，挤推，这是突然的加力。让我们来看看不成功的站立前戏，往往通过运动员所犯的错误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一些失误的原因。这个球呢是到了刘国梁的中路，通常我们知道到他反手的话他都尽可能的侧身，可这个时候呢在中路反而用反手去接。这是侧身进攻，可以打出两条，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斜线。这个球呢没有打出一个很高的质量，所以造成了对方的变直线。
啊，这个球呢是挤推的过程中呢，因为控制不好出了高球，这是刘国梁经常在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大家看到，啊，刘国梁已经把对方压到了反手大位置，这时候应该呢是变到对方的正手空档，啊，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变，所以造成了对方呢，啊，接球很连续，以至于最后得了这一分。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刘国梁呢在比赛中运用不当的一方面，其实在这种高度竞争的比赛中，啊，任何一个优秀的选手都是难免失误的。杨颖，右手直握球拍，我国直板正交快攻打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推挡速度快，变化多，在反手相持中常采用快推、加力推、下旋推挡和推挤变换球的节奏和旋转，为正手攻球侧身攻创造机会。他的正手攻球发力好，快速有力，角度大，和高抛发球组合成为其得分的主要手段。杨颖在世界大赛中是我国女子团体冠军的主要成员，曾获得1995年第四届世界杯女团的冠军，1997年第4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冠军、女双冠军，1999年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双亚军，2001年第4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冠军和混双冠军。让我们看看杨颖的单项技术分析。首先来看一看正手攻球。从杨颖的正手攻球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近台的正手攻球中，他的身体离球台是40厘米左右，这样的站位有利于发挥速度上的优势。另外呢，他的前臂主动向前迎击，在来球反弹的上升期击球，他的拍面是稍前倾，击球的中上部在上臂的带动下以前臂发力为主，并配合手腕的动作。同时呢，他的腰宽协调配合手臂向前上方用力，所以他的动作整体来看呢是比较协调的。再来看看他的正手扣杀，他的正手扣杀呢是力量非常大的。首先呢，他增大了向后引拍的幅度，击球点离身体较远，球拍略高于台面，在来球反弹的高点期前后拍型稍前倾，击球的中上部充分发挥了整个手臂击球力量的同时，配合腰宽由后向前转动，身体重心随势由后移至前脚。现在来看看正手台内攻球，也就是快点。首先呢，当判断球在台内时呢，右脚迅速上步，同时向台内伸臂迎球，球拍低于来球，然后前臂呢向前上方用力，配合手腕的转动，在来球反弹的高点期击球的中部附近部位，如来球脚低下旋脚强，前臂多向上用力，制造合适的弧线，击球后呢他迅速收回前脚，然后恢复到基本姿势。杨颖的台内攻球动作小，出手快，前臂爆发力强，手腕灵活，调整拍型，攻打斜直线轻松自如。啊，有一些球迷呢非常喜欢看杨颖打球，说看他打球呢痛快，啊，就是在于这种直板快攻，啊，动作干净利落。啊，整个呢从脚下、腿、髋关节到腰，以及上臂、前臂啊，动作协调一致，浑然一体。所以直板正交快攻来讲呢，掌握起来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像刘国梁、杨颖啊，都是佼佼者。让我们来看看他正手杀高球的技术。向后引拍的幅度比较大，身体重心呢在右脚上。球弹至约于肩同高的时候，
向上向前迎球挥拍，同时身体右转，用小跳步取位。为了增加扣杀的力量，他的腰髋腿部协调用力，以向前发力为主，拍面保持前倾，击球的中上部。扣杀后呢，重心向前向下，并屈膝转体，然后用小跳步还原基本姿势。啊，大家看到他这个动作呢，也是非常的协调。啊，动作呢非常的舒展。啊，随着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打高球呢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一看正手快带弧圈球的技术。首先呢，离台比较近，是40厘米左右，以腰髋向右转动，带动手臂向后引拍，球拍呢，列高于来球。这个主要要注意拍型前倾，手腕要相对的固定，以保证拍触球的稳定性。另外呢，就是身体呢，要协调，在来球的上升期触球的中上部，然后顺势还原就可以了。再让我们来看看正手攻打弧圈球的技术。首先呢，打夹转弧圈球，击球前根据来球的弧线的高度，上臂微展，前臂上提不往后拉，球拍高于击球点，手腕列紧张，拍面前倾，在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发力时拍面一定要固定。如果是打前冲弧圈球呢，上臂要快速带动前臂迎向来球，前臂内旋，拍面前倾并固定，当球从台面跳起时，前臂快速向前上方收屈。我们来看一看杨颖在比赛中的技术的实际运用。近年来呢，这个韩国和朝鲜的选手是中国队的主要的女子的对手。漂亮，搓到正手，拉起来，搓一板过渡，直接上手抢攻。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杨颖的正手快拉技术。杨颖的正手快拉站位稍远一点，动作幅度也比较小，线路活，依靠主动发力摩擦回球，这是对付下旋球的最有效的办法。有这么几个特点，大家可以注意。第一个呢，击球前手臂向后下方引拍，球拍列下垂，拍型稍前倾。第二个就是来球的下降期击球的中部或中上部。另外一个呢，就是球触拍的瞬间，前臂加速屈肘，用力提拉，向前上方挥拍，身体辅助用力，然后就是还原动作。还原呢，通常用小跳步还原成基本姿势。赢钱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主动的发力，要有很好的摩擦，前臂的内旋，手腕的辅助用力，整体的这个力呢是从脚部开始，通过膝关节到髋关节、腰部，最后出手是在球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拍型所走的弧线。动作非常的流畅。杨颖的发力呢也非常好。而且她的动作呢也比较干净没有多余的动作。
连续拉。漂亮，拉起来，连续拉。但是杨颖和刘国梁相比呢，他的拉球呢，仍然是一项辅助性的技术，啊，威胁呢相对呢没有刘国梁大，啊，但是拉后的这种突击，啊，杨颖非常的娴熟。在女子选手里，她的拉球呢已经，啊，是直板正交快攻里面啊威胁是最大的一个。我们看一看杨颖的推挡技术，首先是快推，啊，她的快推的特点是干净利落，速度快，动作不大。首先呢，站位比较近台，击球前肘关节稍内收，靠近身体右侧，拍面正对来球的路线，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拍型稍前倾，手腕比较固定，击球时前臂加速前推，并配合手腕动作将球借力推出，击球后呢顺势前送，迅速还眼。现在大家看看杨颖的加力推，加力推呢相对比离台子啊比这个快推要远了一点，前臂后收，为增大击球的挥拍距离做好了准备，在来球的上升后期，击球的中上部拍型稍前倾，手腕微曲，主要靠前臂和手腕向前推压，配合转腰动作一起发力，击球后手臂前伸，手腕不加转动的动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反手推接弧圈球的技术，啊，推接弧圈球呢，相比加力推来讲呢，主要是借力为主，这要根据弧圈球的旋转情况来采取措施，一般是在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借来球的反弹力还击，腰宽配合前送，击球后手臂顺势前送，并迅速还原。这时候肘关节注意贴近躯干，稍向后引拍，击球时手腕固定，向前将球推出，拍面仍然是前倾的。反手的推挤，大家看动作呢，明显的是向侧啊，有一个挤的动作，这也是啊，要借力，回球的弧线比较低，角度比较大，带侧旋，它是还击弧圈球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向后引拍的幅度呢是比较小的，拍面前倾，球拍略高于台面，击球时持拍手主动迎球，在来球的上升期，沿球的左侧中上部向左前下方连推带挤还击来球。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杨颖在比赛中的技术上的实际运用。大家看杨颖在推挡的时候呢，他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这是加力推，挤推，快推，加力推接侧身弓，连续快推对方正手。现在来看看杨颖的反手攻球。反手攻球呢，相对呢站位是50厘米左右，右剪稍前，击球前呢上体左转，引拍至腹前左侧，上臂贴近身体，前臂约于台面平行，球拍呈横状，拍面近乎垂直，身体重心偏向左脚，击球时前臂外旋，拍面前倾，在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击球后将顺势还原。
让我们来看看反手台内的攻球。当杨颖判断是反手台内短球时呢，上体贴近球台并列为前倾，前臂及时伸入台内，以手腕发力为主，配合前臂和手指的动作击球，高点起击球。当来球不转或是上旋短球时，拍面稍前倾，以向前发力为主，击球的中上部。如果来球是下旋，则拍面稍后仰，击球中下部。触球瞬间，球拍沿球体快速翻转，向上向前摩擦击球。啊，下旋的时候呢，它的拍面呢稍微有些后仰。如果是上旋的话呢，球的拍面是前倾的。主要的问题呢是反手呢摩擦起来呢相对比较困难，所以他利用拍面的这种前倾角度来控制。现在看一看反手的快搓。反手快搓呢是站位相对的啊，靠近台端，左脚稍后，击球时手臂迅速前迎，拍面稍微后仰，球拍列高于来球，前臂带动手腕向下方挥摆，在来球上升期贴击球的中下部，击球后迅速还原。我们通过慢动作镜头来看一看，啊，球是上升期，然后顺势球拍后仰，击球的中下部向前下方切削。啊，接着呢就是夹转搓球了。夹转搓球顾名思义，就是运动员主动有一个夹转的动作，也就是有意识的去切削来球。主要的动作要领呢，大家可以看到，两膝微屈，重心稍降低，引拍至胸部高度。搓球时用球拍的右侧偏下的部位击球，拍面后仰，向前下方用力切球的中下部。击球后迅速还原。啊，它和快搓不同的呢，就是击球点啊稍微的高了一点。啊，另外呢就是主动用力摩擦。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快搓。啊，所谓的快搓呢，动作肯定是快啊，就是在球的上升期迎前向前下方切搓，拍面呢是稍微后仰，这里强调的是手臂迅速前伸迎球，前臂带动手腕向左前下方挥搓，击球的中下部。在实践中，杨勇善于快搓摆短控制对方，然后自己伺机抢先拉起，形成推攻或快攻。他的快搓、快拉、快推、快攻串联成了一套快攻的技战术，充分发挥了速度的优势，使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快拉，快搓，快速扣杀，侧身拉起来，反手快推，大家看到推搓啊这种变化。现在我们来看看杨颖的接发球。啊，接发球呢也是，也可以说是进攻的开始。杨颖呢通常呢是以正反手快搓摆短回接，破坏对方发起抢攻的战术。啊，现在是正手快搓啊接对方的发球。啊，这种呢用正手来接反手球呢也是普遍直板快攻选手采取的一种方法。
啊，直接台内调打，快点，直线。啊，大家注意，杨颖呢在握拍方面呢，可以看出来呢是前期的放松动作做的就更出色。啊，大家看到杨颖在侧身位的时候呢，他首先呢是啊步法非常到位。啊，大家注意他的左脚。啊，由于步法到位以后呢，啊击球点呢就选择的非常好，而且呢通过重心从后向前的这种转换，加强了击球的力量。所以直板快攻呢，在侧身位的进攻呢，通常都是非常优秀的。这是直线进攻。首先是步法到位，刚才是快拉。大家看到他拉球的时候呢，这个挥臂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从大臂到前臂啊，包括内旋、手腕的摩擦几个环节连接的非常好。而且正手呢有快拉斜线，啊快拉直线，再快搓等相配合起来，啊这个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了。这是正手突击，所以现在要求呢运动员要技术全面、特长突出，没有明显漏洞。啊，在杨颖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技术是比较全面的，能拉能打。通过判断啊，移动步伐，出手击球，还原。在实践中，我们来看一下。推反手，拉起来，连续拉，快拉，啊，几乎呢三分之二台都用正手来进攻。看看杨颖在技术结合方面的一些特点。首先来看一看低抛侧下旋，然后呢发出抢攻。杨颖的发球从形态上来看呢，和刘国梁有相似之处。啊，但是他的发球呢，从这个前臂挥摆的速度，包括手腕的力量啊，没有刘国梁大。现在是发球抢攻。杨颖的进攻动作呢非常的简练，特别是拍型的控制很稳健。他的发球的侧上侧下啊动作几乎是一致，所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而且在进攻的过程中呢，杨颖的动作呢也非常协调，啊，特别是利用这个步伐的移动，啊，增加整个身体的动作，就是从腿到腰，
啊，大臂前臂整个一致。现在我们看看他发侧上旋抢攻的情况。刚才我们介绍了侧下和侧上，他发球动作呢是基本上一致的。从理论上来讲呢，就是在接球的一瞬间，他的用力方向是向侧上来的，所以出来是侧上旋。但是由于前面有很多隐蔽的动作，所以在观察起来呢就比较困难。当他自己主动发侧上旋之后呢，他心里已经有数了，所以这时候呢，对方通常是采取或推啊或挑的办法。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呢，一般啊都做好了准备，就跟得非常快，也就是球拍前倾啊迎前的动作做得非常多。跳起来，所以是有准备的。注意，向侧上勾，直接进攻，上步打直线。大家看看杨颖的低抛极长球，啊，这也是整套发球里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主要是配合啊它的这个短球，而且通常呢是发这个直线极长啊配合呢斜线的短球，这个主要起到了一种偷袭的作用。和牵制对方正手的作用。所以当杨颖发这个击长球之后呢，就已经做好了快速进攻的准备。大家注意，在发击长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明显的击打球的动作，而且用力呢主要是靠前，第一落点比较靠近自己的端线，所以第二落点呢也就靠近对方的端线，起到了更长的作用。现在看看杨颖的发高抛侧下球，侧下旋球。这个侧下旋呢也有这个急侧下啊，往往呢有的时候呢配合这个发这个急球啊侧下，因为当对方呢很急的时候呢，对方呢通常呢下意识的啊就是要进攻啊当成上旋球，所以有的时候发出一种急下旋球以后呢，特别是直板选手推挡的时候很容易落网。这个在切削的动作中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向前击打的动作，所以使球呢，啊，在摩擦的过程中有一个向前的，为主的力量，这样球呢才能比较急的出去。大家看这种球抢攻的往往比较得手啊，因为对方如果判断出是下旋的时候啊，通常呢他不敢，如果是直板的话就不敢推，如果是横板的话呢就比较谨慎，这时候容易出半高球或者稍微的啊容易出机会球。高抛啊可以说是急下旋，然后直接是起板。再从杨颖的整个发球来看呢，它是一个系列的，是整个一套。啊，现在再来看看它其中的一个高抛侧上发球之后的抢攻。
啊，这种高抛侧上呢也有快慢之分。啊，这是比较急的。所以在发球中呢，它比较注重于速度和旋转这两点。啊，速度比较快，啊，旋转虽然不是很强，落点如果好的话，也是一个很高质量的球。这是直线，啊，当发直线的时候呢，手腕有一个向里啊向里扣的动作，在击球部位上呢也有所变化。如果发直线的时候呢，就比较注意击球的正面。发球抢攻，因为这球带有很强的突然性，所以对方在回球的时候质量一般不会太高。而杨颖发球之后呢，就已经做好了啊打上旋的准备，所以他发球之后顺势，这个球拍已经前倾，啊做好了进攻的准备。记得在1995年世界杯的时候呢，杨颖就作为中国队的队员，第一次获得了团体冠军。那么随着他逐渐的成熟，现在年龄呢也逐渐大了。目前呢，已经回到了江苏省队，我们也期待着啊有新的杨颖能够涌现出来。另外呢，杨颖呢，跟他打法比较匹配的就是他，啊，有一个非常比赛中一个强烈的取胜欲望和场上的兴奋状态，这恰恰和他的直板快攻打法形成了一致的啊一个特点，所以使他直板快攻打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发球，快拉。直接打，直板横拉，杨也是直板横打的选手中啊，女选手中运用最成熟的一个。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杨颖的左推右攻技术。杨颖推挡结束后呢，重心是落在了左脚上。当判断来球在正手位时，他左脚蹬地向右侧跳步移位，同时快速挥拍击球，用转腰来带动手臂的引拍和击球动作。拍面呢调整协调准确，击球点保持在台面上和身体的前面，约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因此他左推右攻，快速有力。大家注意这条线啊，表示呢杨颖在这个从推到攻的过程中始终是在台面以上，所以就采取了最短的这种路径，因此他的摆速呢比正常人就要快。啊，现在是反手推挡。另外就是在两边的步伐的时候呢，他不仅有左右的移动，同时还有前后的调整，他是根据来球的长短进行随时的调整，以保持合理的击球点。所以通过杨颖的这个比赛中啊练习中的这种实力呢，就可以反映出在相持的过程中，在直板正交快攻的运动员中，他相持能力是最强的。现在我们看看推挡侧身攻技术。杨颖在推挡侧身攻时，当对方球
离开球拍的一瞬间，他判断来球是在左半台时，他会果断地用跳步侧身移位，重心落在右脚上，引拍的幅度不太大，前臂随身体右转稍作后摆，并迅速内旋，拍面稍前倾，在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并配合蹬地转腰动作增大了击球的力量。大家可以看到杨颖的动作非常简洁，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推挡，推挡，推挡，第四拍，然后侧身，他从腿部开始，腰部转动，然后击球。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推挡侧身扑正手，然后的反手攻。侧身扑正手反手攻，侧身扑正手反手攻。杨颖在扑正手后，若对方将球回到了反手位，他会用跳步迅速移动到反手位，抢在来球的高点期前后用反手攻球回击。他的腿部力量很强，移动范围很大，他的手法结合步法移动的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侧身进攻，上步，反手进攻，推挡，侧身进攻，上步，反手进攻。所谓的推挡侧身扑正手回反手啊，这是每一个直板正交快攻所面临的一个必须的问题。因为当推挡侧身之后，正手就暴露住空档，那么对方呢就要压住正手，那么上步进攻之后，反手有空档就会压回反手。大家看到推挡侧身滑拍攻球啊，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点像过去的滑板啊，拍面是倾斜的，有一个向侧滑的这么一个弧线，就是在握拍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是故意的把手腕向外撇，所以球打出去以后呢，它隐蔽性非常强。这起到了声东击西的作用。那这也是杨颖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技术，拉起来，连续拉，加力推，正手直线。机会。这个变化非常好。主动侧身前攻，接着我们来看看搓中突击啊，这是直板正交选手的可以说一个最有威胁的技术。杨颖首先呢能正确的判断对方来球和落点旋转，从而迅速用小跳步选位，及时调整拍型，从左到右突击正手位来球时，他会根据来球距身体的远近分别采用跳步、跨步、移位来击球。大家通过弧线可以看到通常的球比较长的时候这时候杨颖呢他呢是采取了这种动作幅度比较大的办法将球过渡。如果机会比较好的时候，他会更多的向前用力就是击打为主，这样的威胁自然也就会大。所以杨颖在选择击球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命中率和凶狠的这个关系。击球通常呢是在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向前上方发力，以前臂和手腕的快速发力击球，触球时又有打又有磨的动作。大家看这个是以击打为主，同时有一定的摩擦。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实战中，这是李菊
球拉起来，拉到中路，这个落点很好。我们再来看看拉中突击。拉中突击呢，讲的是直板正交快攻选手呢是在跟削球进行比赛。通常呢是拉的过程中有了机会呢就进行突击。杨颖也是直板正交选手打削球比较好的一位。这和他的基本功比较扎实有关系。大家看，现在是拉球。首先呢，他先判断好以后呢，就调整拍型，从左到右突击正手位来球时，他会根据来球距身体的远近，分别采取跳步、跨步、移位去击球。侧身突击反手位或追身来球时，多用小跳步让位击球。一般在来球的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向前上方发力，以前臂和手腕快速发力为主。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接下来呢是实用战术分析。首先来看一看旋转变化。这是拉的比较转。这是很典型的用摩擦球有意识的摩擦制造弧线。再看落点变化，拉到中路，还是压中路，打反手。大家看到这是中路偏正手的位置，然后直接变到反手位。这时候正手已经产生了空档，然后再打到正手空档。所以这个战术意图非常清晰。这是侧身突击打反手，两条斜线交叉这样的对方的距离最远。现在变里局的正手，接着我们看看力量的变化。突然加力，高抛球，突击，轻掉一板。打一板落点过度，然后突然的突击，加大力量。再来看看速度的变化。逐渐的加速，第一板有了优势然后过渡一板，再加力，突然加快速度。我们看看杨颖的一些不成功的战例。每个运动员呢尽管呢水平高，但是也有一些漏洞。这是以为是到了正手对方反而打到了反手，这属于判断上没有准确，先动了。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适当的加强难度造成了对方的进攻，所以当断不断反手起了。这个应该用正手来进攻但是有的时候呢忽略了。这个球显然呢是应该侧身抢攻了。